悠悠苍天，何其有极，繁繁浩土，何其有尽，上有神邸，名曰龙，遂称天龙神。五甲子天灵同现世，即祭于今耳，遂称地也。然龙族历213年，惊蛰、小满，先后天降一人，十年有十。快跟上！哎，我说你磨蹭什么呢？来了！快点儿！等会儿啊，着什么急？哼，走散了，谁也救不了你。来了来了！哼！喂，这么多树，那个人我说你们不怕迷路吗？走前面来。我？你们确定？你小子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干嘛？不用你教，老子会走路。保持队形，不要分散。下面就是森林的中心了。是。这种压迫感是怎么回事？这么多年，他们一直没敢进入这片森林。喂，愣什么呢？你们给我多少钱呢？真当奴才用啊！拜托。虽疾病苦痛，天祸人灾，九道强敌为之忧患。我愿恭谨帝后同往矣。同往矣。祭天，起坛。什么情况？那是什么？好像一些精灵的。往哪儿去了？朝那边去了。原来真能看到啊。你说什么？没事，看来消息没错，我们往那边走。我们被发现了。哎，你这不废话吗？一明白。狙击攻击。区区数人，亦足以应付。我们可以继续仪式了。长老，这里还有一个人类。可
只是带路的。是怎么进到这里的？就是刚才跟着那些会发光的精灵。长老，低等族，你当真可以看到灵兽？长老，他胡说。是真的，我知道我能通灵，我算你可准了。要不你们放了我，我算你们免费。先捆起来，带回去再做打算，抓紧时间。麻烦了。